中站一出，再喺府东村行过嚟，大概廿五分钟就嚟到御泰苑啦。唔想行嘅都可以搭到日东村嘅巴士嚟呢度。咁相比起市区两个新盘，御泰苑嘅交通就冇咁方便，但胜在有山景，附近嘅环境够清幽。两座总共会提供1226个单位，平均尺价系6698蚊。 而售价咧就由198.9万去到498.8蚊不等。御泰苑实用面积由279尺至577尺不等，屋苑后面全部都系山，除咗望山景，附近仲有好多唔同嘅行山路线，周末放假都可以行下山。屋苑步行5分钟就到第日东商场，屋苑亦都好近马湾新村，有唔少嘅食肆。而隔篱就系北大屿山医院，但系唔系优点就见仁见智啦。 御泰苑距离东涌站约25分钟步行路程，搭巴士就5分钟。隔篱系马路，部分单位或者会有噪音，而且附近嘅生活配套不足，未见会设置独立商场或者街市。御泰苑入场费较低，如果预算有限，都未尝唔系一个好选择。